的春天也袂来，冬天搁过一摆，敢讲幸福的所在，甲我伫无同的世界，我的未来伫倒位？什么是成功的滋味？美梦熊熊，予人来打气，叫我后世人爱会记得甲紧当时。唔通靠运命，命拢是跟咱行，人生的每一步，拢是咱家己担。改运改命改风水，不如改变我自己。医师，妈咪有话要甲你讲啦。我知影，你要甲我骂。无啦，我才有要甲你骂。真实的啦。拄只吼，对不起啦，是妈咪爱话讲了伤紧，才害你误会。我只是希望讲，你会当甲你的同学和好啊。啊，因为恁两个拢爱做伙上课的。对不？安尼，我明仔载吼来买一桶啊，迄小点心，啊，你早起也好，请同学食，啊，你着加摕一个给迄个王志勇哦。安尼吼，你着免特别甲伊回信咧，啊，伊嘛会知影你是要甲伊和好，啊，你感觉安尼安怎？好，好，来，你来妈咪这边。啊，那安尼，咱两个嘛好好啊。啊，我煮的绿豆汤吼，恁若搁唔紧去食，就要让阿兄食了去啊。146-90，有较悬呢。无要紧啦，才悬一点仔尔。啊，唔过，啊，我下早有食药啊，你唔免紧张啦。哎，阿姨啊，嗯，啊，恁爸迄点心传好未哈？我要紧摕来互食啦。唔啦，外口足热嘞，你莫出去啊啦，我来送就好啦。啊，你中昼还佫传囡仔的便当呢，我摕来去就好，你紧去摕哈。哎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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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阿奶奶啊，奶奶，休困者，紧来食点心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哦，大姐都要嗨去啊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哦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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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你多谢谢念，谢念啥会啦？阿弥陀佛，啊，我拄啊吼。
阿道吼要来你遮的时阵啊，啊撞到人出山啦，啊我就听到声吼，啊甲影一下尔，啊心肝赤一下呢，啊嘛唔知影讲哦，是唔是有去刷到啊？嗯，安尼我看哦，你会去收一下惊嘞，较妥当。算免，我较等下就要来庙收惊啦。看你拢老唱歌呢，来啦，啉一杯啊茶嘞啦。啊，免，你家己啉就好啊。吼、哦，迄啉的茶若啉伤侪，足够尿的呢。啊，最近嘛唔知是安怎，啊半暝啊哦，啊拢会爬起来便所呢。你啉就好啊啦。啊，你嘛袂用讲为着要买便所，啊就唔啉茶啊。啊，啰嗦啊，你紧食食的啦，我要过来庙收惊嘞呢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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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头壳咧像安戆戆戆啊咧，规身躯吼，安尼软到到无力，我安尼徛袂住。安尼啊，啊，先来椅仔遐坐咧。哦，来，好啦。哎呦喂，较细力哦。哦，好，较细力哦。我来揢钱包啊，我送你来病。哎呀，无彩钱免啦，你楼顶吼。迄芦荡甲我擦一下吼，啊，挽一个麻草，啊，遐烧水吼，甲泡一下，我来洗洗，安就好啊啦。阿母，唔通啦，来便宜啦。起来，好，恁倒啊。嘿，阿母是安怎？人艰苦的哦。着去拍着惊啦。哎，血压是偌悬啊？160啦，比早时还佫较悬呢。有听的无？160啦，今仔去病院互看啦。啊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，这吼，我也是去冲煞着啦，去病院互看嘛无效啦。阿母，啊你是叫啥物件煞着啊？啊，着会知啊。啊，要去擦的哦，啊，伫路啊，看人咧出山啦，哎，这叫师公哦，安尼养养的就好啊啦。阿母，这唔免养啦，你袂记我还要祭煞哟。哎呦，啊，啊，顶回哦，啊，你若把毛灯烟带病院的时阵，啊，你讲用什么祭啥？众清破煞啦。啊，嘿啦。啊，你嘛讲就有效的啊。啊，有效就有效啦。啊，不过吼，阿母，你免烦恼啦，试看卖仔啊。啊，若无效，你才叫师公量啦。露露，吃，火炕吃。露露，你角度甲超较过。过。哎，搁较过。搁较过。安尼。哎，等下，等下一点啊。等下一点啊。好，安尼好。露露，这椅仔甲摕去边。好。帮我搬一下，这搬过遐。阿爸对面遮。好。阿哥这条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好，我。哦，川啊！啊！啊，你安尼超干呢？
差不多啊，阿母，来，你徛一下，来门口遐，来，你徛咧火车，遮，嘿，啊，你即马吼手重重的，安尼，嗨嗨，我手来重着，嗨一下，好，啊，即马吼吸气，吐气，三摆，吸气，吐气，较大，吸较大咧。 一摆吸气，吼，这火真香嘞。嘿，啊，你有即摆有感觉较快活无？有啦，有感觉较快活啦。嘿，精神嘛，敢若较好哒。因为吼，我厝的安尼个改改了吼，磁场已经无共啊，即摆气场变啊，所以你的精神会变好。诺。嗯。嘿，有影啦，精神吼有加较好啦。 啊，毋过我感觉哦，嘛是安尼哦，神神啊，软糊糊呢。哦，啊，改变这气场吼，可能会当互咱人的精神变较好啦。啊，你若真正身体有毛病吼，嘛是爱看医生啦，因为这我袂晓。吼。嘿啦，今仔是好日呢，去看医生袂要紧啦。嗯。 啊，你毋是耳空重，啊，今仔耳空哪会变遐来着哈？啊，你也有听着人咧讲啥？啊，知影讲今仔日好日咯。啊，真好日咯。对啦，你若毋信哦，无你去现哪只。对啦，阿母，阿爸袂甲你骗啦，来看医生啦，啊，阮逐个陪你做伙来啊。现啦，阿母，行啦。 好啦好啦，无我来换一件衫咧啦，哈。露露，我甲你道谢啦。啊，别，你睏下就好啊。哦。那阿母药要食未？食啦。啊，你哪会敢用改变磁场这个讲法来骗阿母啊？ 我是当一个西湖才收啦，无伊哪有可能甲咱去病院。嘛想影啦。我太了解阿母啊，伊就是咧惊吼，伊去互山掉啦。啊，结果咧，天气伤热，毋啉水，着山啦，毋只规躯软糊糊。哦，你真正足厉害的呢，拢知影阿母心内咧想啥。即种若对阿母有效吼，人工吼，就拢安尼甲骗。唉。 阿川，啊，你若真正有法力就好啊啦，会当顺续替我改改的啦。啊，是要搁改啥？改变我甲囡仔的磁场啊，看会当互阮较亲的无啊？哦。啊。安怎？我嘛都干那咧教，我去变数字，等下再搁讲。哦，你哪会见拜的安尼啦？啊，甲你讲着囡仔，你就闪骗。 阿彩啊，嗯嘛，啊，你身体有较好无？啊，有啦有啦，好啊好啊，无代志啊。好，哎，来，这面具吼是我昨昏去挂胸的时阵，庙里本号大家食饼安尼啦，我特别甲讨论了转来，要互你呢。哟，吼吼，多谢你啦，啊，你嘛安尼真有心呢。好袂歹呢，啊，昨昏看你讲软糊糊，今仔日精神计划好咧，迄医生有厉害哦。毋是医生厉害啦，是阮阿川哦熬啦。 人伊吼会晓制衫呢，吼，我才会无代志。哈？阿川会晓制衫？嘿啊，吼、
讲到阮阿川哦，实在哦真牛啦！哈，迄厝内面的家具安尼小瞧一下吼，啊，讲啥物改变啥，诶，啥物场啊？哦，迄叫做气场啦！啊，对，气场啦！吼、哦，我规个边吼才好起来呢，这厉害哦！嗯，啊，安尼我敢袂当叫阿公来找阿川？啊，阿公是安怎？啊，就因囝啊，拢无爱读册啦，要考高中啊，惊伊考无好好读。哟，好啊，啊你甲找伊来啊，我叫阮阿川吼甲斗相共。啊，安尼我随来报伊知。啊，唔来，再互你啦。多谢啦。我想要甲阿川好做一线呢，我即马随来报予大家知。好啦。哎，川啊。啊。哦，你扑挂有准呢，我手表找着啦。啊？你煞袂记哩啊？我昨下比我找无啊，你有替我扑挂，你讲免烦恼，一定会找着。结果哦，我伫工程车内底找着啦，落伫个椅仔脚啦。哦，找着就好啦。就甲你讲，遐也免算啊。物件若无去吼，咱嘛要找无，啊你若唔找，就家己走出来啊。哎，你厉害呢！无怪餐厅头家叫你黄大师，搞嘞哦，搞到你啊！阿基啊，你帮我用一下，我去回家电话。哦。阿母，我啦，啊是谁敲我的 BB 扣？我啦，川啦，啊你也唔下班咯，都还较紧转来呢哈。哦。阿彩哦，考一阵人啦。讲伊嘛要来找你算命咧。哈？阿春姨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迄阿川足厉害哦，伊去阿公因家，你一看，看到因家的文昌位，都是摆一台电视伫遐啦，啊，无管因家考试考袂好，安尼哦，这尼啊准，遐厉害哦，那安尼续落来，伊要安怎处理？啊，就阮阿川哦，哈，甲我讲哦，啊，因家迄文昌位就是伫个电视遐啊，啊，叫伊转去的时阵，迄电视甲刷边啊，啊，主带吼来甲搬伫个吼文昌位的所在。安尼就好啊！哦，安尼有理呢。那呢哦，我小等下就来好好请教阿川一下。阮新妇哦，川生拢生查某囡仔啦，已经第五个啊呢。啊，人讲哦去换岛，啊我嘛去换，结果哦也无效啊。我想讲哦，等下来问阿川啊，看有啥物方法无啦。阿川啦，我的名是遐歹哦啦，你哪会做遐久？哦，无啦，你这是辛苦旅游地啦。啊！你少年吼会较操劳，啊，若食老就会开始惊老瘟啦。对，伊哦，较早人的新妇啊呢，有够歹命的啦，啊嘛真可怜的。啊，咱唔讲哦，人今嘛因后生哦做医生，吼、哦、赚大钱，今嘛好命噶。春啊，来啦，来再坐啦，坐啦，连命都着你啊啦。妈妈，你若穿得真好算命，下面先替我算一下。哎、欸，侬哪会袂用？坐啦，麻烦啦。哈，莫安尼讲啦，我来添一杯茶给你啉吼。哦，是嘛？你来就对啊啦。真是。嘿啊，阿川足厉害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干嘛？谁没空的？请坐下。干嘛？为什么今仔日遐尔济人来找爸爸？哥哥一大师哎，那是因为哦，一挂代志去让恁爸爸讲到啊，啊，大家都也算讲也要算命啊。哦，原来是误会哦。啥误会？人恁爸爸哦，真正会晓算的呢。啊，顶两天啊，阿妈唔是去冲翻着。哦，恁爸爸安尼改变一下方向，啊，凊彩安尼悄悄哟，阿妈就好啊，我会用做证的。不是呢，爸爸讲你白好，是你去看医生啊。哦，那是恁爸爸哦，谦虚客气啦，哈、啊。吼、哦，这摆哦，恁爸爸吼、哦，我嘛足有面子的。啊，阿姨啊，哎，来，阿弟哦，佮泡一挂滚水鸡鸭挂呢哈。
真久唔捌遐济人来咱家啊，吼吼，足闹热嘞，我真足欢喜嘞。志清啊，紧来紧，来陪我阿妈到旁出来啊，行。好。阿妈泡汤啊，谢你谢你啊，吼。哦，那么忝死，算到要十二点，才甲大家拢算完。哦，这阿彩啊吼，是在正后甲你宣传呐，来遐济人着。你敢知影？哎呀，毛单迄滚水啊，着兄咧五六股去呢。我阴暗到底算偌济人啊？无注意甲算啦，啊，毋过上起码嘛有七八个吧。想袂到我黄木村，阁会当安尼共斗三工。黄大师，你拢安尼替别人算，无我家己人呢？你无替我算看卖？黄太太，你是毋是要问？嫁予黄先生到底是对还是唔对？我黄大叔即马就会当甲你讲，你嫁着人咯。啊是安怎对？天机不可泄露，等你食老你就知。反正吼，自你嫁予我开始，你就注定一世人幸福咯。上好是安尼啦。你即马咧半桶西，伫咧共算命，到时阵吼，你若共算唔对去，你就知。歹势，借问者，恁算命的册哦，除了这，感觉有？我伫迄边。迄边吼。算唔对，紫微斗数甲四平八字，拢看天干地支，啊，那我若唔知影生时是要哪算？川啊，啊，啊，你回来哦。哎，咱唔去休困啊！啊，你看说，无看袂用得啦。来找我算命的，拢给我当敢若万灵的咧。张阿春姨啊，讲问我因新妇啊，连续生五个查某囡仔，是毋是无惊命？伊讲若无，要叫因囝家离缘咧。我知，我就算知，我嘛唔敢讲啊。啊，你安怎甲讲啊？我就甲讲。弟某生囝嘛爱浪胖啊，何况是人？我爱叫因新妇休困一下啦，莫直生啦。吼，川啊，你真巧呢，会晓安尼甲伊，安尼吼，伊才袂为难因新妇啦。你看这册，啊内面敢有写讲哦，安怎才有囝命？吼，我即摆正咧研究啦。好啦，啊，互你研究啦哈，啊，我莫吵你，啊，唔好看伤晚呢。好，明仔载去上班嘞哦。嗯。
老诶，来来。嗯。啊，出来遐啦，伊个个，啊，立地啊啦，哎呀，我你用用来。哎，老诶，啊，你真正哦，拍着出好顺嘞。嗯，啊，你嘛是拍着。嗯。卖假啦，吼，嘿，咱阿川哦，真正是乌敢那底头又无底看嘞哈，啊平常时哦，看伊安尼戆直戆直，哦啊，即马还要算命，还要看风水，吼，真牛，啊我这老母真牛，我倒生到这牛的囝，嗯，迄是哦，青眉鸟去咬着死了气啦，都多好去讲着。够牛嘞，算命。嗯，你莫乌白讲好不好？哈，迄若讲算一个有准吼，迄就有影啦哈。哦，算遐尼侪人拢足准的啊，那是啥物青眉鸟去咬着死鸟鼠？好啦好啦，就算讲吼，伊算足准的啦，啊也无靠迄个食穿啊。啊，川本来就无要靠迄生活啊，人有讲呢。讲吼，咱来当共斗三工吼，就尽量共斗三工啦。迄钓鱼嘛是咧积功德啦。嗯，我甲看吼，阿川哦，拄甲阮小弟阿兄仔同款，有带天命来啦，迄专门吼要替吼这天公哦，啊解决众生的苦难。阿爸阿母，啊我厝的吼拢款好啊啦，伊也要煮的菜嘛拢穿好啊，啊我要出来一下哦，较下晡就转来啊。好好好，啊你要去哪？哦，我要来参加一个读书会啦。读书会，嗯，啊你要读什么册啦哈？迄是囡仔吼，要考试才会读册。哎，欠要读册，迄是好代志啦，加读一寡册有好无歹啦。哦，好啦，啊你紧去啦哈，啊较早转来，好好，我先出来啊。说你较慢的哟，好哦。嘿，啊，咱阿川是咧读命理的册，啊，而是查某人，伊是甲人咧读什么册哈？啊，连这你也唔知，得搁我讲哦。迄阿是哦，是我用心的哦，伊咧读迄条专门咧教人个囡仔的册啦。我听你咧讲咧，我食到这济岁啊，嗯，阮家囝也无咧读什么册啊。咱阿川啊吼，唔是真好。各如各法，甲你讲者是假讲。嗯。嘿，老诶，我感觉讲吼，啊，最近阿姨啊，较无咧甲阿川哦计较囡仔代志呢。嗯。两台真歹记啦啊，老死。总平用歹背呢，你啥呐？七早八早火气遐大，怎啊？你敢知你今年考试去用歹安怎？我知，遐毋是我拍的啊！啊，你咧烦恼这哦？啊，就有人跟我讲哦，我今年去用拍乙等啦。嗯，哪有可能啊？啊，你平常时啊做工过遐拼，是谁甲你讲的？就你靠爹甲讲的啊！拜托的，伊讲的话是会听的哦，伊也毋是主管啊。伊讲哦，我讲话大声啦，啊，佫爱含主管啊，应出应进啦。等考试若拍出来咯，再惨啊啦。我讲话小大声，无你嘛替我小声嘞，我敢真正遐衰啊。啊，迄免算啦，你若惊讲唔对会出代志吼，你就掂掂啦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啊。
姐啊，收工了没有？哎呀，不是啦，你听我讲啦，明仔吼是讲迄个工地啊，电路设计都淡薄复杂，咱即下来讨论一下好无？是，哎呀，怎啦？阿基阿是哪啦？扛棒牵着，腰去闪着的哦，还袂讲话呢。伊哦，伊咧甲你讲吼，摇咧紧啊，放了就来找你啊啦。你哪知啦？拄仔伫车顶都要挡袂牢啊。啊，毋是喙齿疼，太毋讲话啦。哦，啊，我拄仔就甲讲吼，若惊讲毋对话吼，就点点啦，较袂出代志。哦，啊，若要人缘好，叫伊来拜我为师啦。安尼毋讲话，毋是办法啦。啊对啦，啊你甲恁囝关系有较好无啊？我甲你讲哦，那这吼就毋是我咧臭屁啊！我实在是太巧，你敢知？我咧想着一个办法啦，唔管咱哦，咱厝内哦，家庭哦，一定爱幸福啦！我来讲啦，我咧扭扭到，我来，啊你囝哦，晴云啊，晴云。进来哦，爸爸有物件要送你个，进来进来进来，晴雯啊，进来啊，哎，晴雯进来哦。哇，天要落黄花，你今仔日竟然比我搁较早回来。我本来就是顾厝的人，好无？上好是啊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先去煮饭。哦。哎，晴雯。你是妈妈买一罐豆油回来好不好？哎呀，豆油吼，你家己去买。晴雯啊，你正常不是一直想要提前来拿球？爸爸吼，今麦要来送你，等下咱做伙来去斗牛啊，吃未？我先来去厨房了。其实爸爸哦，伊无临休的时阵嘛是一个好人，啊，伊对你嘛足关心的啊。你看，伊知影你爱在篮球，就买篮球来给你呢。妈，爸直直啉酒，啉到半暝才回来，甲咱吵到袂当睏，是安怎敢替伊讲话？妈妈知影，大人冤家害你心情无好，啊，毋过妈妈爱你，相信，相信爸爸会真正足爱你。啊，若无，爸爸伊哪会知影你爱在篮球？你看，这是爸爸的心意呢，你收落来啦，好不好？收落来啦。我卖差点哈。黄大师，我无要甲你算哦。我唔是要找你算命啦。啊无咧。这啦。啊，这要创啥？啊，这着我去读书会啊，啊，我带你做个问卷，你帮我写起来。来。第一题，当夫妻意见不合时，要如何善解另一半？嗯。卖讲话就好啊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回答哈、啊？对啊，言多必失啊！啊，恁若惊冤家吼，
点点就较袂出代志。莫讲话。第几题？夫妻如何同心教养下一代？这题你是调工出来哦？这题足重要的呢。就算我是调工的，你嘛给我写一个啦。听母的就好啊。正经的啦。我足正经的啊。阿母带囡仔经验较济，唔听伊要听谁的？好啊啦，你莫怪吵，我要看册啊。啊，一直看册，也无法度解决我的问题啊。你哪有啥问题？你拢家想伤济啦。迄个阿姨啊。爸爸。迄个明仔载爱拜拜咧，啊，你迄对花敢是摕倒去啊？二楼啊，有我来客啊。好。含一个某日就安搭袂好势，啊，敢要甲人算命？迄是伊家歹剃头，甲我算命啥关系？阿爸，阿慧干你的家啦，明仔载吼，我再来买花灯来拜拜。好。阿姨啊，啊有欠啥哟？我来客啊。哦，无啦，我是讲吼，哎呦，啊着阿川啦啦，拄仔整着我，啊着较慢讲话，啊，凡事你着较凊彩个啦，莫甲计较啦，吼。阿爸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哦，你烦恼我安尼足歹势呢，你放心啦，我袂甲阿川计较啦。有影，啊对哦，好种唔传啦，啊歹种袂断啦，啊拄好去种着肉，你也较委屈啦吼。袂啦，袂委屈啦，爸爸。好，无代志，无代志，啊无你去无用。你敢那有心思的，是安怎样？阮翁啦，啊，特别若想要甲伊讨论一下囡仔教育的问题，啊，就安尼一直闪，讲啥物听阮大家的就对了。嗯，安尼讲起来，恁翁嘛是真为难的，伊也伫个你甲你大家的中，我想哦，伊嘛毋是真好过哦。主要是吼，我甲伊话安那讲袂通啦。即摆连阮大哥都替伊甲我回失礼呢。看着老大人安尼哦，我心内安那真艰苦。可见你的大哥是一个明理的人啊，伊知影想对想唔对。假使讲伊无安尼讲，你的气敢会消？啊，就是安尼啊。我即摆吼嘛唔敢甲阮翁冤家啊。啊！不过看到伊形哦，我都足受气。较早我哪知影伊是这款形哦，我才唔敢嫁乎伊。哎呦，气话哦，讲讲就煞啦。世间无迄种后悔药啊，莫想遐济啦。嗯。阮遐小弟小妹哦，拢是我带大汉的呢，啊，都真好带。啊，他现今嘛带囡仔变到遮困难啦。你算真有心啊呢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这哦，拢是功课啦。这门功课哦，才困难。露露啊，你即马拢困伫你的家内事，心拢拍袂开。我咧做这做法平足侪年啊，有看过真侪有困难的家庭，啊，你要甲我做伙来去做无？我再想看卖啊。
川啊，阿川啊，刚接出来啊啦。对哦，啊，你有叫人拍伊顿无啊？无，咱两个拢食顿呐。其实哦，迄考试拍哪拢好啦，无差啦。啥物咧无差？迄考试也歹，袂输伊讲我平常时拢咧磨灰，无咧做工课共款。你心肝头郁准咧。只要咱有认真做工课，就算讲互拍伊顿吼，哪有啥要紧？对得起家己良心就好啊。好啦。我爱感谢你啦，感谢你提醒我讲哦，迄嘴爱倒夹骨，才袂讲唔对，会去共伤着。多谢呢。较细力咧啦。我甲你讲啦，唔呐吼，讲话免共伤着。佫更加袂当伫人尻川后讲歹话，安尼才是做人的道理啦。知啦，行啊，款鸡翅头啊哈，认真出版，准备这项课啊。嘿嘿，欢喜，水啦，煞免。这个菜哥来啊，一定无好康的。妈，我来报好消息啦！啊，是什么好消息啦？哎呦，是什么好消息啦？哦，真正乌干那底头又无底好看嘞哈！那为你这支嘴讲出来好消息哦，绝对就无简单嘞。哦，那不是我无简单啦，是恁阿川无简单啦。伊真正让阿红因囝考入高中呢，啊，还有啊，迄阿春姨啊，伊叫因新妇安尼称为悄悄嘞吼，结果真正让因新妇有心了呢。阿春姨啊，是欢喜甲四界甲人讲恁阿川是大师啦，有够厉害。真是的啊，当然嘛真是的。阿春姨啊，佫讲啊，等囡仔若生来吼，要请恁阿川帮伊号名啦。对啊，就够啦。阿春姨啊，讲要送礼给阿川啦，啊，叫我来问讲恁阿川是介意什么物件啦？啊，免。厝边头免来，唔客气，免。安尼咁好，伊拢无收人家呢。嘿，啊，搭阮阿川吼，啊，唔是讲为着钱才共算命啊。吼，你爱甲伊讲哦，千万哈唔通买物件来，吼，莫加开钱哦。啊，无安尼好啦。既然啊，恁阿川会晓替人算命，安尼无规气开一个算命馆啦。诶，阿彩啊，哦，你爱带人来，互阮阿川来算命，着准拄煞。你莫咧乌白出咧注意啦。白啊！我哪有咧乱出主意啦？啊，你若穿这敖，对无？叫我莫去甲四界放送哦，我做袂到吼。啊，我袂当安尼一直带人来，互伊白了工啊，啊，人嘛会歹势呢。你讲叫我若穿开算命馆哦？对啊，嗯啊，我会记恁小弟，毋是有开一间算命馆，那呢恁囝嘛会当开啊？开啦，开啦。想看卖啦，开啦！我唔敢啦，我之前是算趣味的，即摆我开馆讲算，啊若算唔对，要安怎？你哪会这么无胆啦？阿母问你咧，啊你之前讲算的，人敢有讲无准？无咧，拢讲足准的。安尼就对啊。这就是表示讲哦，你有带天命来，啊，要替这天公哦做好代志。阿母啊，啊，我爱上班呢，哪有闲啦？哪会无时间？嘿，休困日啊，啊是礼拜时啊，是暗时啊，拢会用的啊。啊，我进前是拢当练习要算的，你即马爱我共收钱，安尼我压力足大个啦。嘿啦，阿母。我嘛是感觉较无适合啦，啊，咱阿川吼，这是家己看册学的，啊，算命是做专业的代志呢，啊，恐惊伊学无学了遐专精着，啊，若共讲唔对去，是共害呢。哎呦，别烦恼啦，这点吼我已经收过啊啦。阿川啊，真正讲碰到困难的时阵啊，啊，袂晓，伊讲请教因阿姑啊，因阿姑是专业的啦，也绝对会甲伊教，会甲伊指点的。阿母哦。算命是我的兴趣，我无要用来赚钱啦。哎呦，啊，即马规庄仔头，大家拢知影讲你足好算命，算甲足准的啊。啊，你准当若无要开馆哦，人伊嘛会来找你算啊。
安尼恁家讲我无要算啊，叫因去找西公，莫来找我啦。啊，你即摆来讲这啰话啊哈？吼，啊你家己讲的拢袂记啊？啊，你之前毋是家母讲吼，莫叫迄啰啥物诶西公吼来做法师，啊钱咱家己赚。啊，你即摆来往反口径？阿母，啊，就是要共收钱，唔好啦。咱哪有要共收钱？无啦。人阿川吼，讲吼会当共斗三工吼，是咧积功德嘿。啊，咱叫人随意啊，包红包就好啊。阿爸，你莫急点点啦，我知影你有听到啦。啊，你感觉咧？恁阿母的意思就是讲吼，爱你开馆啊，为民服务啦。啊，这嘛是算功德一层。嘿啊！你看，人恁阿爸嘛答应啊咧，哈，安尼吼，名相馆吼决定甲开落去，啊，即摆上重要吼，紧嘞，紧号一下名嘞，哈。我接到电话，讲阿凡伯为台北收容所走出去，倒去嘞，阿爸。你那骨细汉，爱耍尔啦。哎，无去上课才严重的代志，你讲你无要无紧哦。无你是安那啦？你要跟我冤家去哦？老照片，我们笑得多么甜。我的白发是雨，你的皱纹是天。相知相惜，在这一刻回首。终于明白，走过的路，谢谢有你陪伴，风风雨雨一起撑伞，那些经历的委屈遗憾，成为我们此生。